就这么看一下，就是风没这么大，那儿头子上大的，是你是，只是看是高楼大厦。你看那些海。住到上头也是一直在几十分在那儿学。队友们，现在我们将目光聚集到我们浦东。现在大家看到蓝色边框倒梯形建筑，就是上海最高建筑环球金融中心。环球金融中心总高度为192米，地下3层，地上101层。在大厅顶部有一个倒梯形的工作室，钢化所造而成，为避免强风所击穿的建筑产生轻微摇晃。